我们来化解这个式子，这个哈、哦，我给它上下乘以二，二分之六加二根号。好、哦，这五的话是五乘一嘛，六的话是五加一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那个根号二分之根号根号五的平方，再加一的平方。再加二乘以根号五，再乘以一，哦啊，这个可以完全平方，所以这个多少呢？这是根号二分之，这完全平方是根号五加一的平方啊，再开根号，就根号五加一，所以这是等于二分之上下乘以根号二，根号十加根号二，啊，同样道理哈、哦。这过程一样的哈，这里的话哈，这一项就等于这一项，这里加五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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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这一项是等于二分之根号十，啊，减掉根号二，所以哈，我这两项哈，给它相加，相加以后就是二分之二根号十，所以是根号十。